愛さん。各位亲爱的家长、老师们、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首先，我要感谢家长们、阿公阿嬷，然后那些所有的支持者哈、小朋友支持者来到这边，来到今晚的抽空来今晚的恳亲晚会。OK， 然后我也在这边直接感谢你们这么多年的支持跟信任。而且常常我们的学校常常会有家长们会突然间送蛋糕啊，好吃的那些甜品来啊。OK， 而且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你们也是常常会送我们很多那些礼物，甚至还有红包。在这里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在此同时我也想借着这个平台，向所有的家长致歉。如果我们前一年有什么做得不好的我们向代表全体老师向你们致歉哈。然后我们会不断的努力改进，会把学校做得更好，然后持续的给小朋友一个安全以及快乐的学习环境。然后在这里，我也想要特别感谢全体老师们然后古风高的老师们，每天做了那么长的时间来去照顾这些小朋友，真的是不容易我们一个妈妈要顾一两个孩子，一整天都很不容易然后一个要顾五六个、七八个，所以好不好？给我们老师一个鼓励的掌声。然后现在真的很辛苦在恳亲会当中也是很辛苦然后要筹备这些布置然后要买那些东西来布置，训练那些小朋友真的是要很多很多的耐心，所以感谢我们的老师。最后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鼓励我们的毕业生，因为今天也是他们最后一天来到这个活动学校的活动希望他们在这个接下来的日子，去小学的日子，他们都可以继续成长，继续进步，继续发光然后在这里也是要特别强调的是鼓励他们因为我拿两个例子就好了。我们的今晚的这个毕业代表致辞的小学生一个是英文的致辞，一个是华文的致辞一个英文的致辞，那个英文是很难的，应该是有三年级的程度他都可以背得到，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突破。OK， 我们就是要看到这样的突破在学校里面。还有一个是华文的代表毕业生致华文致辞，他是一个很近很近的小朋友来的，他在学校很少讲话的就是静静的，你不跟他讲话就不理你，不跟你讲话。可是他今晚要代表毕业生致毕业词我们拭目以待所以我很高兴也很感动看到在学校的学生们都有突破，都有成长尤其是六岁班全部都有成长，只是我没办法讲到所以话不多说，他们应该换了回顾好吗？三岁了现在我们可不可以给小朋友表演我就不多说了准备好了吗？好像还没有吧，好像还没有。我们讲一下六岁班，还有谁？我们讲一下一恒的哇，一恒以前一来到学校，他很早就来了，大概三四岁吧，是吗？来到学校他两岁就来了，哇，那时候他很爱哭，我记得我很印象的那个男爱哭，然后不怎么样学习的。现在哇，要考试的时候会熬夜去读考试的。幼儿就会这样子做了，你看他去小学，我不知道他会怎样。对，不要紧，妈妈是老师，妈妈会好好的教他的。OK， 然后还有刘志毅志毅真的有进步爸爸妈妈都看到了，真的。他是很会有创意他很喜欢摇摆，然后他会考虑给他去跳那个学跳那个 hip hop， 跳一些舞蹈。他在这方面很有兴趣这个真是不错的一个 idea 还有谁？
以凡啊，以凡刚刚我讲好了，他等下要毕业的，讲英文毕业词啊，那个英文毕业词是非常非常难的啦，程度很高的。什么？哎，你看，今天还没有毕业，我不等他先啦，等他明天毕业。还有 Kara 跟文峰 ，OK，Kara 跟文峰哦，他们是比较新进来啊，但是也看到他们慢慢有进步了 ，OK， 然后我希望他们进去小学哈，会多多努力啊 ，OK， 现在我们的三四班努力啊，好不好？我们现在啊，给十一支持，哎，谢谢你们来，我就讲到这，跟大家谢谢谢谢。
each of them. We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2020 projecting class. My name is Evangel and he is Lin Yu. We are delighted to thank as a representative of all the projecting students who deliver the graduation speech. First and foremost,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gratitude to our parents and guests for taking the time to attend graduation ceremony and concert. The 3 years has passed for me. I still remember the day when I was full of curiosity how our parents had entered the school. The school atmosphere, the friendly teachers and happy friends made us fall in love with this place. Just the lead from that day on, we gradually attended classes and gradually grew, becoming more independent. On behalf of all the students, I want to thank the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for their hard work and guidance.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Furthermore, I want to express gratitude to our families who have tirelessly supported us in our studies through rain and shine. Thank you for your unwavering care. To my dear Kids 6 friends, here we learn together, drill together, work together, sing together, play together, enjoy snack together, and laugh together. We forge deep friendship, and we will always be the best of friends. As we move forward, let's remember the teacher's dedicated efforts. In conclusion, on behalf of all the students, I wish everyone good health and a brand new tomorrow. Thank you.现在我们有请院长上台为我们颁发毕业证。
们欢迎刘子毅。Yeah, yeah.